大家好，我是草莓牛，今天要介绍有关于重音主力后排如何有效的拿取经验的一个快的方式。那来看一下我们编队，主要是我有的有三层半改，还有日向以及补血用兼输出的翔凤改。前面的竹坛是我们的雪峰，雪峰其实用七六炮增加的他的鱼雷，还有他的弹幕。那十连有效命中，给他一个维修彩棒，彩棒其实可以换成维修或是灭火器来增加他的生存，那取决于你的练度以及你的技能高度。不过这样的组合在11之4已经非常的弹。那三层半改的地方是410、152雷达，还有我们的灭火器作为旗舰，雷达命中与回避相当的重要。那410快速有效的榴弹输出，火力压制越高越好。日向406、152灭火器还有火控。那与之前410主炮两个时间造成两个时间差，造成我们道中的主炮效益可以有效的打在敌人身上，而不会落海。那技能当然是越高越好。翔凤感以快速起飞为主，增加前排的补血量，然后带液压，还有我们的灭火器，防止点燃。好，这是我们道中的一个部分。那主力输出打 BOSS 的部分，选用了敌号的天鹅，然后走一个防御的装备，然后欧若拉也是走一个防御装备，以及打轻甲用的贝爷炮。那没有欧若拉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海妈或是贝爷这种比较前排比较有辅助的一个角色。那方舟快速起飞，然后液压，主要是我需要它的减速来增加我方大炮的命中率。那飞机其实输出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减速的效果。那误导跟比瑞其实都可以。那带406，还有我们的火力的副炮，还有火控，增加命中与火力。那三力、406以及火力的副炮作为旗舰，带雷达可以增加回避，然后自己旗可以增加到舰队的火力以及命中。技能当然是能满是最好，可以增加重音的后排火力。那我们今天试验的地方是11之4，那重要观念是大型三星主力能避免最好是避免。那非不得已能要打的话，那尽量一战就好，切勿贪战。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道中的一个演练。
ちの時間やな。もう少し努力。
チの時間やな。運命努力せよ。仕事で疲れたらフィッシュ&チップス食べれる。頑張る。各員、運命努力せよ。ご退場願おうか。各員
運霊努力せよ。うちだって弱くないよ。ご退場願おうか。各員奮励努力せよ。好的，经过了一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轮的经验收入有多少。首先道中队大概约有 4.7K， 然后有部分是46，然后6场，那 BOSS 的部分大约有 6.1K， 当然后面的人都是有情绪比较好的状态。那一场是57号游，道中的回避率大概只有 80% 左右。那如果你害怕这个回避率太低的话，可以再多增加一个驱逐，毕竟拖了两只战舰在后排，回避率确实蛮低的。那总共一轮下来的油耗大概是333，那经验与油耗比大概来到了103，相当之高。后排战舰这么好练，应该是还蛮轻松的才是。那以上是有关后排主力的一个效率练法。那我是草莓妞，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个赞或是订阅，我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都有直播，那期待我们下次见，拜拜。